这一篇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在 Duck 新增和移除程式图像。首先我们打开一个程式，就选磁碟工具程式，我们在程式图像按滑鼠右键选择选项保留在 Duck 上，接下来关闭程式，这样就新增程式图像在 Duck 上了。接下来我们在程式图像按滑鼠右键选择选项从 Duck 中移除，程式图像就移除了。再示范第二种方法，将磁铁工具程式直接拉到 Duck 上，这样就新增程式图像在 Duck 上了。接下来我们将磁铁工具程式直接拉到垃圾桶，程式图像就移除了。 Duck 可以放置最常开启的程式，好让我们能更加快速作业。谢谢。